你昨天说那个林佑昌是没有勇气跟基隆人讲说台铁跟捷运只能二择一，那王国才是回应说他没有印象。你觉得王国才是真的忘记了，还是害怕不敢想起来？你说什么？王国才回应说他忘记了有三记录这件事情。好了，算了嘛，这种东西哦，都口水战，也是口水战。其实讲呢，八堵到基隆哦，那困难在哪？因为它的路廊就限定了。所以你在里面要同时通行，如果里面要摆四条轨道，技术相当困难。那你要堆叠，你想看到，如果真的要堆叠，不管在上面在下面，那一段施工当中那一段也没办法使用啊。所以说，基隆到八堵这一段哦，路廊本来就不够哦，要摆四条轨道很困难。好，那我如果要堆叠，不管在上面或在下面，那有几年有多长的时间，这条路廊是不能用，所以这都是问题耶。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哦，有些题目很难解决啊，所以是这样。基隆河谷，你知道哈、哦，那个交通整合计划，其实在交通部的运输研究所里面资料很多、啊。它里面从台铁优化哦，基隆捷运哦，到北宜直铁、北宜高铁哦，还有那个哦，还有那个什么汐止民生线延伸，或者是哦公路系统改善，它有各种方法。那这里方法里面，你要去想办法一个整合组合，你知道吗？不见得说，其实全部盖也没有道理的啊。所以这是科学的题目呢。只是说当时哦，就是讲他们就讲太快了。那一段那基隆到八堵那一段是无解的题目，不能用台铁或捷运哦，两个都要做来解决，在现阶段技术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那个。所以应该要用其他的方式解决啊！你要讲清楚就好了。其实老百姓是这样，你跟他讲清楚是这样就好，你不要害怕老百姓会不高兴，会说怎样。你跟他讲清楚了，说、哦、这有困难，那、啊、我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就好了嘛？何必在那鬼扯老半天？